抚平皱纹让皮肤紧致的日护理，懒人都超喜欢的，就是这款蓝珍珠精华。蓝珍珠精华有颗粒版的，也有按压版的，独特的基因抗老成分呢，让皮肤产生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，淡化眼纹，特别是上眼皮的下垂，淡化法令纹，饱满你的苹果肌，打造赫本线，让你有个立体的小 V 脸，还有消除我们的颈纹。大家可以看一下韩国的这位美女的分享，这样的改变绝对是比医美更安全更有效。26岁的香港华贵娜女士，每天用蓝珍珠12颗，脸上2颗，脖子1颗，手部和胳膊各2颗，早晚各1次，近看都没有什么皱纹，这就是她30年不老的秘密。价比也非常高，被称为精华中的爱马仕，和其他世界品牌同登 Vogue 杂志，但价格只有1/4。下面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使用蓝珍珠精华。打开这个蓝珍珠，这样子拨开，把眼部最容易出皱纹的地方，眼部的上面，还有我们法令纹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剩下的我们可以涂到其他的地方，或者我们的颈纹。我们用一些简单的手法，这样按摩的一个手法，把它提升，然后嘴角这样提升，然后法令纹这样提升，这样往上拉伸，然后再把眼睛这里往上拉伸，然后把我们眉头这边眉毛往上拉伸，通过这样的手法让它完全吸收，它的吸收率非常高。刚开始你可能觉得有点油，但是马上就吸收了，对我们的小皱纹和脸部的提升是超级超级有用的，大家能看到它这样的一个提升的作用。按压式的就更简单，直接按压就可以。蓝珍珠和3D 蓝珍珠紧致霜一起使用，效果最佳。